既然你想知道，我便说与你听。我觉着还是这幅牡丹图案的最好。牡丹，花中之王，花开富贵。武才人若是选这幅，我认为可以用最金贵的金蚕丝绣制牡丹花瓣，用天山玉来镶嵌叶子，方能凸显它的雍容华贵。没想到你迫不及待的就去杨妃那儿报信。 若不是玉柳跟着你，见你进了景乐宫，我还不敢相信呢。是从头糊涂，求残忍念在从头父是您十年的份上，饶过奴婢这一次吧。奴婢发誓，从今往后一定对残忍忠心耿耿。若再有儿心，天打雷劈！赌咒发誓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。既然你选择出卖我，那这咸池殿便是留不住你了。 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只是我们的主仆情分就此尽了。玉柳，去内侍院找潘秦海，就说松涛在殿上犯了错事，让潘秦海自行发配到别处去吧。是，才人要将奴婢赶出咸池殿，那就是要了奴婢的命啊！ 杨妃一定疑问，说我与您联手引他入局，才受到如此责罚。杨妃不会放过奴婢的。离开了咸池殿，失去您的庇护，那奴婢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杨妃能不能信你？你如何向她解释？能否过关保命，便是你自己的本事。 我身边是断断不会留不忠心的奴婢。你走吧。残忍，残忍，残忍！走吧。玉柳，玉柳，求求你，你把我像残忍求求情啊！念在主仆一场的份上，求求我，给我一条生路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残忍没有将你打死，愿意放你出去，已经是残忍的仁慈了。你离开咸池殿之后。 自求多福吧，玉柳，玉柳。杨妃，我打听过了，太子确实初出台局小豆子，常有赏赐。 还召他去东宫饮酒，这小豆子本是不露院的人，出身低贱，这才刚到上福局不久，变成了太子和武才人眼中的红人。听说他在太子跟前比王福生还说得上话。我第一次在上福局见到小豆子，就觉得他长得白嫩俊秀，一脸心机，哼。
果然是个有手段的，也不知道给太子下了什么迷魂汤。宫中可有太子喜好南风的传闻？不曾听说。传闻就是口口相传出来的，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是否伤重未愈，要徒儿替您给为夫人绣制桌屏？徒儿不敢马虎。 耗费了2天时间，画了这幅稀世小锦图。为夫人喜爱风俗景致，用这幅图样做桌屏正合适。嗯，会的是很不错。可你打算用什么针法来绣制呢？桌屏小中见大，因此用无锡的金绣最为合适。只是徒儿技艺有限。 还请师父传授徒儿金绣技艺。金绣不仅要看技艺，更要看天赋，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像你这种临时抱佛脚，那是没用的，白浪费功夫。倒不如趁早换一副绣衣。 是呀，想要质疑手艺后继有人，二呢就是因为七娘人好，会伺候人。关于小豆子的传言吗？听说过。这种龌龊的话，你们也敢混说？事关太子，你们不怕掉脑袋吗？ 这个给你。我之前答应你送你的贺礼，最近上服局要忙盂兰盆会的事，太忙耽搁了，才做完。谢谢。其实不用这么着急，我知道最近上服局挺忙的，你别累坏了，仔细伤了眼睛。所以啊，我可是百忙之中赶工做的，你要表扬我。好，我表扬你。但是。 以后可不许给别人做寝衣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男女有别，况且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寝衣又是贴身之物。那我不送给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说的啊，男女有别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也是男人啊，当然不能给你了。我不是男人，你不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但是我。
你不是男人，难道小豆子眼拙了？好，那要不要我证明一下？证明我究竟是不是男人？不用了。如果对象是你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的。我知道错了，你不是男人，你是圣人，你是君子。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长记性的。就让你知道男人有多可怕。我知道错了，这个给你。还不快给王内侍请安！小林子给王内侍请安。嗯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义子。哦，从小啊就长得唇红齿白的，这模样比那小娘子还要俊俏呢。啊，您瞧瞧，就这俊俏的模样，太子见了肯定喜欢。我听说呀，这太子的书房里边正缺个管事的小内官，您看他。江内侍，这又不是给太子选嫔妃，要那么俊俏有什么用啊？咱们当下人的讲究的是品行端正，头脑灵活，手脚勤快。再说了，内侍院已经选好人了。江内侍，请回吧。我，请回吧。这都怎么了？玉柳，去外面候着，我有要事同太子商量。是。楚兰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太子，守爷卑职。你无需回避。是。不知武才人是有什么要紧事？近日来，宫中有许多太子的传闻，荒唐至极。本来想不予理睬，可是没想到传闻愈演愈烈，这才顾不得唐突，特意前来提醒。关于我的流言，近日来宫中盛传太子好难逢，传得有模有样的，还说太子对那个人庇护有加，常常宣来东宫密会。媚娘想着，这不就是暗指太子和小豆子吗？哼，这种无稽之谈无需理会。太子如何还笑得出来？众口铄金，人言可畏，太子还需小心提防，切莫大意啊。武才人所言极是，太子殿下还请谨慎应对。哦，我说最近总有相貌俊美的小内官自荐来东宫当差，定是受这传言所累。我要知道他们都是冲这个来的，我就该一巴掌给他们打回去，让他们信这龌龊的鬼话。人证不怕影邪，我若着急分辨，倒真像有这么回事了。阿胜，你去和内侍院说，书房的差补上以后，东宫暂不进人，免得他们动歪心思。是。这样固然可以省去一些口舌，但是太子殿下最该避嫌的还是小豆子。我赏识小豆子，是因为他办事得力，对我忠心耿耿。我若是因为这些无聊的谣言疏远他，那岂不是让那些忠心于我的人寒心？太子是储君，干的是大事，如果被这些无端的流言所重伤，岂不是太没有必要了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若有意避嫌，只怕他们又说我心里有鬼。再说，这几日我正好有事要与小豆子商议，断不会因为流言误了正事。可是殿下，武才人无需再劝，我心中自有主张。
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是杨妃亲自熬制的参汤。朕不是说过吗？不用她再日日晨起给朕熬参汤了。陛下，奴婢劝了，劝不动啊。禀陛下，杨妃还日日遣人来打听，问陛下吃得可好，睡得可香。看母亲精神好了许多，肯出来走动散心了，儿子心中觉得欢喜。我日日早起给你父皇熬了一个月的汤羹补药，你父皇这才消了气，这鱼兰盆会的事儿啊，总算是翻篇了。哦，太子号南风的事儿已经传到你父皇的耳朵里了。父皇怎么说？可曾动怒？你父皇昨日来景乐宫，一副心事重重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还拐弯抹角地问我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利于太子的传闻。我只装作听不懂，还顺势夸了太子几句。明儿，你记住，关于太子的传闻，万不可从咱们这里传到你父皇的耳朵里，以免你父皇怀疑我们居心叵测。可是单凭流言，动摇不了太子。若要坐实传闻，就得让父皇亲眼看到太子的丑态。到那个时候，看谁还能保住他的太子之位。守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快回去歇着吧，我今日不出去了。是。阿胜，去叫小豆子来。啊。殿下，近来召见小豆子次数委实过多了，我怕外面流言多了会对殿下您不利呀。阿胜，小豆子做的事你可做得了？我做不了。既做不了，那你啰嗦什么？你要能派上用场，我就不找他了。快去。是。别弄乱了，放着吧，让小豆子自己来收拾。是。殿下恕罪，我中午贪食了糯米团子，竟噎着了。我先喝口水顺一顺，等缓过来这劲儿再回来伺候。下去吧。是。到底带我去哪儿？为何非要走后门啊？王福盛等会儿会来召你见太子，你先避一避。太子找我？前几日你还说太子那里该交的事都交了，太子最近不是不会来找你了吗？或许太子找我是另有事情吩咐，具体什么事总要见过太子才知道啊。最近宫中关于太子浩南风的流言四起，你就是流言中那个太子所喜欢的眉目如画的小医官。我？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。我明明是女儿身，太子就算好色也好的是女色。你还有闲心开玩笑？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话你都当耳旁风？
裴郎君说的话，小豆子时刻谨记于心。深宫险恶，要处处小心，还要和太子保持距离。太子虽无恶意，可我身上的秘密太多，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。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。哟，左卫律，哎呦，早知道您也在这儿，我就赏得过来了。王内侍，您今儿怎么想起走这条偏僻小路，从后面过来了？嗨，我去内侍院传个话，抄近道过来的，没想到你们两个也在后面呢。走吧，小豆子，殿下召见你。裴郎君交代的话，小豆子记下了。裴郎君无需担心，小豆子必能妥善处理。走了，哎。殿下，母亲此刻可在甘露殿施驾？回殿下，杨妃正在陪伴陛下。天助我也！殿下，小豆子到了。小豆子参见太子殿下。干什么去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等你好久了。殿下，我先去忙。小豆子，过来。殿下召见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太子给的时日期限，这才过了两日。上府局事多，怕你耽误正事，所以我把你叫过来。你在我这儿画，这儿清静。哦。狠狠地惩治了几个乱嚼舌根子的宫女内侍，止住了谣言。管得住嘴巴，却止不住猜忌的人心呐。朕也一直觉得奇怪，侄儿一向谨言慎行，为何会凭空出现这样的流言流语？启禀陛下，曹王殿下前来请安。儿臣给陛下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明儿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母亲没有去东宫吗？爱妃为何要去东宫？回陛下，母亲说天气酷热，陛下近来食欲不佳，东宫有最好的一片荷塘，母亲想去亲手采些莲子，为陛下做莲子羹，解暑气。爱妃有心了。如今正是莲花盛开、莲子成熟之时。哎呀，朕也想出去走走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朕和爱妃一起去东宫赏赏莲花，采些莲子，如何？有陛下相陪，臣妾求之不得。明儿跟着一起去吧。是。
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手脚乏力，面燥心悸，不如让我把画稿带回去，等我画好了再给你送来。要不要我帮你穿太医？不过偶感不适，回去躺一下就好了。左一律，我要见太子，还请通报。太子正忙，不便打扰，请左一律晚些时候再来。就在这歇息吧。殿下说笑，我怎么敢在这儿歇息啊？这没旁人。我让你歇就歇。我忽然觉得好些了，不打紧。只是我觉得口渴的难受，请太子赏杯水喝。元朗，元朗，我有要事要禀报，晚了就耽误了，还请通传。太子吩咐，任何人不许打扰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才人，你不是去花园散心了吗？怎么奴婢找了两回也没找着？我看今儿天色好，便多走了几步，没在花园里歇脚。你找我何事？刚才左卫律来过，原想在这儿等才人回来，却坐立难安的，又不肯说什么事，最后只留了句话，请才人往东宫走一趟。东宫？多久的事？大概四刻钟。王内侍。殿下跟小豆子还在里面呢。是。好。太子不让打扰，王内侍把东西放在这儿，我待会儿替您送进去。闪开。是。没规矩。元老，这不用你走了，赶紧走。可是，少废话，赶紧走。是，回来，不许跟任何人说殿下跟小豆子在家得电，知道吗？小的明白，赶紧走。不知陛下跟杨妃亲临东宫，我这就去请太子。等等，陛下和母亲难得来一趟东宫，太子肯定想不到，不如咱们即时进去，给太子一个惊喜，陛下以为如何？朕倒是也想看看太子在忙些什么。不用禀报太子了。只是这样怕会失了礼数啊。不碍事。太子在做些什么呀？太子在嘉德殿读书。磨蹭什么呢？还不快点前面带路。是。
武才人。你是？卑职莫坤，左卫律的副将，奉命在此恭候武才人。时间紧迫，还请武才人随我走侧门。陛下，怎么停下了？啊，陛下，我刚才也没跟在太子跟前，现在也不知道太子到底在什么地方，不如请陛下跟杨妃先移驾偏殿休息，我去把太子找来。陛下，王福盛是太子的贴身内侍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太子的去处？根本就是在睁着眼说瞎话。王福盛，你这样藏着掖着，会让陛下误以为太子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反倒会害了太子殿下。陛下恕罪，杨妃恕罪。说太子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带朕前往？不敢欺瞒陛下，只是此事太子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万不可让任何人知晓，特别是不能让陛下您知晓，并非我有欺瞒，还请陛下明鉴。立刻带朕去见太子。是，请陛下杨妃随我来，太子在后院。王府上，你刚才不是说太子在嘉德殿吗？不，太子不在嘉德殿，太子在后院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瞒陛下。太子确实在后院。陛下，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平时养尊处优，不识得也难怪，这是在骚思呢。当年长孙皇后亲自带人做过。哎，那是智儿吗？回陛下，那边劳作的正是太子殿下。陛下亲临东宫，儿臣未曾迎驾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今日来你这儿赏莲，本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惊喜的是朕。侄儿，你素来身体羸弱，为何要亲自养蚕缫丝，还特意不让朕知道，背着朕？儿臣这是在为陛下准备今年的寿礼。朕的寿礼？此事已经筹备数月，儿臣嘱咐手下的人不要走漏半点风声，不成想还是被陛下给撞破了。皇兄，不知寿礼在哪儿啊？陛下可记得母后在世之时曾亲手养蚕缫丝，织成绸缎，以示对农桑的重视。母后仙逝，父皇思念母后，常去立政殿母后的支架前看看。是啊，那时你还小，朕也还年轻。你母后养蚕缫丝的时候，我们还常去帮忙。侄儿也常怀念那段快乐幸福的往事，所以和家眷一起养蚕缫丝，然后由太子妃织成丝绸，再将丝绸裁剪成衣裳，献给陛下。这是儿臣对陛下的一片孝心，也希望借此能够抚慰陛下对母后的思念之情。
直担心你啊，善良有余，而刚毅不足。看来今天朕多虑了。吾儿身为太子，既懂得勤耕示范之礼，又能感怀孝心，朕十分欣慰。陛下，听说纺丝织绸的技艺繁杂无比，没想到太子妃还有儿臣臣妾给陛下请安，给杨妃请安。媚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臣妾是来东宫学习纺织丝绸的，能够亲手织绸裁衣，这可比天天赋闲在寝宫里涂脂抹粉逗猫遛狗可有趣多了。说得好。小豆子叩见陛下。抬起头来。陛下还记得玉兰盆节吗？给先皇后和臣妾制衣的正是这位小豆子。近日来东宫的女眷和臣妾想学些制衣的手艺，便把她请来。可能是我们平日里衣来伸手惯了，总是今日学了这个，明日就忘了那个。这位小豆子倒是个好耐心的，一次一次地跑来东宫，着实难为她了。回禀陛下，是武才人自谦了，丝绸的织造技术十分复杂，夫人们天资聪慧又勤于劳作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日内学成，已属不易。阿全，奴婢在。